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兰亭轩的主厨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比茶叶蛋还好吃的虎皮茶叶蛋。首先呢，锅中加入冷水，把咱们的鸡蛋下入锅中，小火煮熟，卤皮待用。锅中加少许油，把咱们的卤好的鸡蛋呢煎至金黄，在虎皮状态即可了。锅中加入少许的水和糖，炒至糖色即可。然后呢，把锅中加入茶叶、大葱、大料、香叶、姜片、鸡精、精盐、生抽、料酒，再把咱们的这个虎皮鸡蛋加入锅中，小火炖至半小时或者一小时，时间长点更好，更入味儿。这样呢，咱们今天这个虎皮鸡蛋制作完成了。